於唔使煩啦。喂，做咩咁開心嘅？因為我個單位終於租出咗啦，仲啱啱簽咗租日添喎。咦，咁真係要恭喜曬你喎。不過都要提提你，簽完租日30日內，記得要拎去稅局交印花税同埋交 CR109啊。嚇，唔係租出咗就唔使煩噶啦咩？又不用那担心的，你可以上网啦、邮寄或者亲身去税局和差向物业估价处去交的。再不是，你可以找你家各租务管理帮手管理你的单位，交给他们帮你处理租务的文件，那就不用烦了。快点 follow 我们的 IG、Like、Facebook、订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下条片见。你家各租务管理解决租务问题的好帮手。